一直的一直的往前走，疯狂的世界迎着痛，把眼中所有梦都交给时间。想飞就用心的去飞，谁不经历狼狈，我想我会忽略失望的灰，拥抱遗憾的美。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，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，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。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，因为你是我的梦。会怎么变化都不是意外，记得用心去回答命运的精彩。世界会怎么变化都离不开爱，记得成长的对话，勇敢地说我不再等待。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，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。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，因为你是我的梦。以后长大了就和你亲呢。啊，是吗？有这么一说？有呀。妈，哎，你妈现在不能抱人啊，她出去旅游摔了一跤，胸口疼。啊，哦，来，站起来。豆豆爸爸，你回来还没抱过我呢。没办法，可怜天下孩之心，尤其是老大。妈，你不会不喜欢女孩才生老二的吧？妈妈就是女孩啊，怎么会不喜欢女孩啊？按照你的逻辑，是不是姑姑不生孩子就是因为讨厌小孩啊？难说。爸，你也表个态。来，我来吧。没事，等我坐下啊。要我表态是吧？等会儿啊，到奶奶这儿来啊！小心小心，宝贝儿宝贝儿，小心头小心头小心头，来过来，用行动表态，感受到了吗？以后我给你算时间，你抱豆豆多久就要抱我多久。行。糖果啊，你知道吗？在咱们家从来没有重男轻女，只有啊重女轻男。谁呀？你爷爷呀，当初啊，奶奶我呀生下你爸爸以后啊，奶奶就不想生了，可是你爷爷非说啊，下一个肯定是个姑娘，九千方百计的让奶奶我啊生下你姑姑了。哎，我就问你爸爸，你爷爷小的时候有没有抱过他？看看，没抱过吗？自打记事开始，好像我爸还真没怎么抱过我。就记得那个时候，他天天扛着瑶瑶到处跑。这从厂子里下班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洗手，第二件事就是满屋子找瑶瑶啊，嘴里一直不停地喊：“哎，我闺女呢？在这儿呢。”啊，我知道，嗯。你可真够惨的呀！哎呀，那个时候吧还不觉着，现在一想吧，挺心酸。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。干嘛？我爷爷呢？我亲爷爷呢？你在啊？啊，先不说了，我着急走。啊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，结案了啊。说说，这刘明涛呢倒是没什么问题，是财务经理的问题。还有就是咱们公司的账户也恢复正常了，其他的就也没什么了，你就交给我们吧。
拜拜。这都是啊，长工留下来的，你挑下拣下，看哪些要，哪些不要。嗯。啊，木子，你最近身体呢也逐渐恢复了，过段时间让长工带你去旅游一下，散散心。你们年轻人不都用那个什么网做那个旅游定制来着？爸，您说的是这个吧？嗯。啊，对对对。哎，那我们叫上瑶瑶还有李凌峰，咱们一家人一起出去吧。好，好，你慢慢整理吧。啊。剧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张长工，资深项目经理。资深项目经理。喂，我以为啊，你明天才能有消息呢，什么事儿啊？有个事儿啊，想请你帮忙。什么事儿不能回家说啊？你说吧。我之前不是认识了一个导演朋友吗？他现在呢在拍一个戏，说想找我们客串。客串？我也要去啊。对呀，说要演一对情侣，他觉得我们合适。现在吗？对呀。他们这个戏呢是个怀旧剧，我给他们推荐了咱们过去经常去的那个酒吧。行，我一会儿过去找你。这么快就答应了？那地方意义不一样啊。我就知道你会喜欢，所以我提前答应了。那你等我一会儿，我换一身衣服啊。好。啊，那个爸妈那儿我会打电话让他们去接糖果放学，你呢自己叫个车过来，我在酒吧等你。几点？5点，酒吧门口见。好嘞，一会儿见。这什么呀？上次你去德国办签证都不告诉我，表示严重的抗议，所以我就想啊，不管你走到哪儿，我得来一个李木子的专属标记给你。什么标记啊？情书啊。哼，还知道情书呢？你追我那个时候情书写得可勤快了，哪像现在呀。哼，陪我的时间越来越少了，所以啊，我特别去定做了这个情书造型，还刻了我们的名字，方便我睹物思人。眼光不错，还刻了名字，不愧是我的亲老婆。好好好，这个你带。好，我的荣幸。小郭，请问您是木子吧？是啊，您是哪位啊？哦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这个剧组的演员副导，我们等您很久了，走，跟我来吧。啊，发定妆进来啊，雨队，怎么样了吧？好，发定妆来啊。那个小张啊，灯光是在李老师。灯光还没来吗？往里面弄弄。啊，他好像还没到，不过应该快了。您来的正是时候，我们的拍摄已经开始了，您先在这坐一下。哦，对了，他来了我会告诉你的，记住不要喧哗啊。我问一下啊，听好了吗？那个小耀把那个机器灯拉来啊，我们理了啊，老师们鼓掌，三请一次，预备开始。半夜三更好在江路边逛，你没有勇气说出那句话，相信未来你已有计划，左等右等只差一步。大哥大哥，你唱的再高亢一点好吧。木子，木子娘啊！哎呀，还凑个群演人数，没演过，图个惊喜。尿功不错，还给你上进一步机会。知道长工在哪儿吗？
没有，我没跟他在一起啊。他呀，非要去打篮球，弄我一身的臭汗，然后现在去韩东那儿洗干净。我打电话谢谢他。喂，成功。哎，喂。我现在已经被工作人员带到这边了，那小山也来了呢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到啊？我这边有点堵车，我一会儿就到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导演好像跟我说，咱们俩客串的角色的不是一场戏，刚好你在前面，待会儿呢，他要是让你演，你先上去。那我先挂了啊，马上就到。OK， 好，那一会儿见。不了啊，大家休息一下。一会儿就到了。哦哦。你们好，谁是李木子？哦，我是。我是导演，成功跟你说了吧，让你今天过来帮忙啊，充个角色。这样吧，我让工作人员带你去化个妆，然后就开始。哦，我来的时候换过淡妆了，还要化妆啊？是啊，因为你客串这个角色啊非常重要，现在的妆啊不达标，我让化妆师帮你修补一下。小张，过来一下。哎，什么事儿，导？你听我说啊，带演员去化个妆，让化妆师啊抓紧时间，下面还有三场戏呢，好吗？好了，导演，好，跟我走吧。好了，大家抓紧一下啊，下面还有三场戏呢。小美，先帮他画一下吧，下场他要上呢。你要先说啊，你这样老是插人进来，弄得我手忙脚乱的。不好意思，收工请你喝咖啡。还要你请，这里现场就可以坐。拜托了。帅哥，可以去那边稍等一下吗？把这个美女先画。好，谢谢。坐吧。我来的时候化了点淡妆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谢谢。好看。哎，好了是吧？嗯。好了，我们准备开始吧。哦，好。看着点啊。哦，好。我先给你讲一下戏啊。嗯，这场戏呢你是没有台词的，你先上来。好的。你呢先背对着投影仪，等我说准备开始，然后你看着投影仪好吗？记住啊，别紧张。各部门准备了啊，开机，预备，开始。你说还是我先说？你说吧。木子，亲爱的宝贝女儿，你们家长工想给你个惊喜，就让我和你爸爸录个视频。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呀，你都出嫁这么多年了，也做了妈妈，可你现在做妈妈，我真有点不敢相信你都是有孩子的妈妈了。每次到你的房间里，我就要坐好长时间。想你啊，想你小的时候，妈妈是多么希望你能回到小的时候啊。你小的时候天天变着法的问我要零花钱，偷偷的去买邮票，买磁带。想起你小时候那些可爱的事，给妈妈留下的都是美好。哦，我是不是有点跑题了？没有没有，说挺好啊。妈妈祝福你们全家阖家欢乐，幸福甜蜜，快快乐乐的每一天。我说，跟你说，木子，爸爸祝你永远幸福。祝你幸福。那个木子啊，那个你妈我呢是头一回当婆婆啊，我就特别想把事儿做好，但是呢也总会有那个磕碰的，这个不好的，还有那个小心眼的事儿啊。木子啊，你可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。我就想告诉你啊，妈呀，这打心眼里边喜欢你，一直就没变过啊。
这以后咱俩要出现那种不高兴的事儿，你记住了，全是妈的错啊。该你了，说吧。木子，你受苦了，这军功章上一大半是你的，长工最多三分之一，辛苦了，木子。木子，我等待这一天等得太久，久到我们都快忘了，我们还差一个婚礼。木子，我爱你，你知道的，我爱你。从你大一的时候跟我在一起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无论是逆境顺境，你都陪伴在我的身边。我的心里有千言万语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在这儿，就是这个酒吧，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每次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都是我坚强的后盾，你已经变成了我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你还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对你说的一句话吗？为了你，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。直觉，我们应属于彼此，否则我不会常常若有所失。白天眨眼瞬间里，夜晚呼吸气息里，都写满了我是多么爱你，想你的清醒。我想带你去体会这个世界上一切可以体验的美好，我想跟你一起共享这一切带来的快乐。老天将你送到我眼前的那天开始，我就应该懂得感恩，未来更是如此。我希望我可以陪伴你一直走下去，这是一次迟来的求婚。木子，嫁给我。我想有好好的爱个女孩，好好的让她有我可以依赖，把我的所有时间都用来只想好好爱你。哎，各位，别被他们俩骗了啊！
人家孩子都两个了，纯属是已婚人士撒狗粮。各位，谢谢大家能够来参加我的求婚。今天呢，大家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喝什么，我买单。好，挺贵的。哎，那戒指什么牌子的？左卡一的。怎么跟小孩一样啊？跟韩同学的。小谎怡情嘛。谢了。放心好了，全部录下来了。全体收工。好，真的要录啊？对啊，留个纪念啊。啊，打个招呼。还有这个。这得多少钱啊？走吧。对啊，可以啊，你挑地方。桌游呗，要不？那不行，大气一点。林木子。我有一个眼泪，别人招呼我也就算了，你也是。来吧，男女一号，就坐吧。好，我先坐了。我不告诉你，是你们家张长工千叮咛万嘱咐我，把我憋得好辛苦，你就原谅我呗。嗯。哎，木子，你反应还挺快的嘛，我们以为都得懵了呢，还知道自己伸手。不想让男主角跪太长时间，年龄大了。我看一下，好漂亮啊！我听说这个是大作家定制的，把这个设计成城堡的造型。你知道这寓意什么吗？寓意是守护木子你一辈子，给你一个童话般的家。你知不知道？很浪漫。这大作家不会是张成功吧？你喝这个吧。少喝点儿，来吧，来吧，感谢各位，再次庆祝正式求婚啊！对，来啊来啊来啊，恭喜！这一次真的好久吧？不是小事。怎么想的，折腾这一出？想让你高兴呢、啊。全都是不认识的人。还挺害臊的。2000年跨年的时候，在那儿，除了我俩谁都不认识。哎，那个时候你怎么不尴尬呢？到现在了，反倒怕生了。是啊，17年了。镇长，执着是一种病，姑娘。保重身体。胆敢不道歉，姑娘，我追杀你到天涯海角。甘之如饴。真傻。真好。我没什么事儿。你知道，我不怕死的。我怕的是你们。不怕，有我在，什么都不用怕。去找他们了。行，那你慢点走。明天回来，送完鸡就回来。嗯，走了。不玩了，打不动啊，没了，完全没救了。来，给你，什么东西啊？我写的书，现在要拍成电视剧了。剧组拿了几件衣服过来，我想着给你们俩一人带一件，穿着玩，还挺好看的。傅老师，喝口水。
啊，谢谢。多少钱？哎，我请您喝。我是你老师，你是我学生，这钱你必须得收下。哎，哎，您都辞职了，还计较什么呀？我辞职，我也是你老师啊。喏，拿着。长工，怎么才来呢？等你半天了。还有你裴小山，站那干嘛？拉拉队啊！给我换个裙子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年纪大了，实在打不动，你们玩吧啊。长工，你上。来啊！你小子就欠收拾。我还有课，你俩玩吧。来，把这换上。啊？什么呀？为了你，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。这不你写那本书吗？现在拍成戏了。可以呀，你小子。哎，哎，别球，你球。哎。还挺合身的。喂，你说，人这一辈子追求个啥？到头来还是在学校里打打球舒服。追求经历吧。在这躺着真舒服，躺一夜都不会寂寞，随便拎出来一年都能想一个晚上。难怪啊，老头老太太就喜欢拿个收音机在公园里晒太阳，不用看电视，脑子里都是大片儿。哼，哎呀，哎，你说，你都一把年纪了，怎么还这么臭脾气？天性呗。哎，在纽约的时候，我总在想，要是当初我狠狠心，破釜沉舟，把我妈直接接过去，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？肯定会比现在好吧，浪费了那么多年。别感慨了，你算是幸运的，还有重来的机会。刘小山，你是个好人，好人会有好报的。哎，反正你现在是全世界到处乱跑，要不要去纽约陪我住两天？我才不去呢，我最怕你们家没心了，每次见到他就开始教育我。我说你是不是从小被你妈管大的呀？喜欢个女的，还喜欢强势型的，有可能。你还真别说，每次梅心一教育我，一骂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，感觉可以再活一次。就贱你！以前是你送我，明儿呢是我送。是啊，人生难测。明明出国留学的人应该是你。得，你别提我出国留学的事儿。多回来看看。那是肯定的。
梅心呢，也不一定非要在国外生活，他就觉得退休之前那样的生活更适合他一些。以后什么都说不准，不是吗？记住一句话，有好处想着老婆，有难处想着兄弟。你们也是。走，洗把脸。啊。哎。走。哎，你们不管我啊？你现在重大的事，我妈到时候捡水瓶养活我。一直陪你妈陪到最后，尽力了，别想了。安东，那么慢，磨叽。我早说过，他们要不想签这个合同就算了，现在不是过去，全都想从中国引资。Aris， 一个合同案谈三年，还不够浪费时间吗？哎呀，好吧，别生气了。嗯，中吃什么呀？中餐西餐？你两样都做了？那必须的。但是我想吃番茄牛滑拌饭。哎，完蛋，我疏忽了，我买番茄了，我给你想办法啊。嗯嗯，哎呀呀，番茄番茄，你问我时间去哪儿了？我很幸运，虽然我不记得过去发生的点点滴滴，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我自己的时间去哪儿了。在我搬家的时候，我在家里的书房做了两面墙的书柜，我告诉我太太，将来有一天我会用我自己写的书把整个书柜全部都填满。她问我要多久，我没法回答她。但是现在整个书架全部都放满了，而且还在往外叠层，第二层已经叠了一大半了。这些书可以告诉我这些年我都做了些什么。可能我没有办法记得过去发生的细节，但是我清楚地记得这十年每一年我写了什么，这是我留下的印记。那书架现在在哪儿？您家里吗？对，我家里有，我爸妈家里也有。而且我父母家不光是有我写的书，还有20年前流行的书。20年前的？对啊，在写书之前我是个卖书的。我啊，你给我端正态度。妈，我在看爸的书呢。这招已经不管用了，
我问你，昨天有个男孩骑个自行车在门外转来转去的，是不是找你？是。他这星期来三次了。对呀。你怎么这么理直气壮啊？我班长啊，他说不敢现在找我，怕你。怕我？我有这么可怕吗？我？比如现在你不可怕吗？妈，就给我传授传授经验呗。啥经验啊？孩子一年比一年鬼是吧？哎呦，木子啊，你是走上我那条老路了。这女孩呢，怕早恋吃亏被骗；这男孩呢，怕打架学坏，是吧？嗯。我跟你说啊，早着呢。你以为那个孩子小的时候难带操心是吧？错了，我跟你说，等那个结了婚，哎，你怕不靠谱；这不结婚吧，你怕找不着；这闺女嫁了吧，又怕被婆婆欺负；这儿子娶了，又怕媳妇儿啊刁蛮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一分一秒啊，你都不踏实。哎，现在一想啊，还是瑶瑶聪明啊，不给自己添麻烦，是不是？不过你放心，糖果那孩子多机灵啊，鬼人呐，吃不了亏的。哎呀，我看新闻上报道，这帮小孩都太早熟了，一个个啊可怕的要命，这一代太可怕了。不行，我得给长工发个短信去。没错，你说的是这个道理。哦，抱歉，是我太太，她是我的直系领导，她的消息我必须要第一时间消化，并且马上回复。理解，理解。你闺女要是早恋了，可怎么办啊？你去问问我妈，她斗争经验比较丰富。哎妈，我呀想请教您一个问题，你跟我讲一讲瑶瑶那个时候早恋呀、恋爱这些事儿。这事儿你问我，你不问长工啊？他那事有什么好问的？再说了，豆豆现在才六岁，还不到娶亲的时候。您跟我说说瑶瑶。瑶瑶，瑶瑶像糖果那么大的时候，不至于的，没那么早熟。那再大一点呢？好像，也只是好像啊。嗯。哎，那会儿寒冬不是住着院子里吗？瑶瑶好像喜欢他。瑶瑶喜欢寒冬？瑶瑶喜欢寒。这么大一事儿，怎么没人跟我说过呀？我也没问，是小山他妈告诉我的，说是小山偷偷告诉他的。天哪，这个八卦真大！这么大一八卦，怎么没人跟我说的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是九几年的事儿了。哎呦，八卦啥呀？都过去20多年了，是不是？哎妈，你给我讲讲到底怎么回事？具体的我还真不清楚。妈，你还当我外人是不是？你当外人你就没良心了！我告诉你说，自打你加入这个门以后，我从来啊就没把你当成过外人。哎呀，不是妈，你说瑶瑶喜欢寒冬这事儿怎么回事啊？你看你怎么瞒着我？那多不好啊！我可喜欢李明峰了。是是是，那也不妨碍你这个当故事讲，是不是？嘘，你们说话小点儿。啊，孙女在睡觉呢。哟，就知道孙女。孙子呢？也在睡觉呢。这男孩皮实啊，不怕吵。这女孩啊，多睡点啊，对身体有好处。木子啊，以后你对你儿子啊得上点心啊。你爸这眼里啊，只有女孩。嗯，行，妈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您再说回刚刚那事儿。哎，你们在说什么？哎，爸，你不知道啊？妈说瑶瑶十几岁的时候喜欢寒冬呢。哎，你不知道这事儿啊？我当然知道，这又不是什么秘密吗？你早知道了，哎呦，你怎么不跟我汇报呢？啊，我不是心疼闺女一些吗？啊，她心里那点猫腻儿，那我当然知道。她跟李宁峰那点事儿，我就更清楚了。
你那会儿不是棒打鸳鸯吗？哎，人家不敢公开，经常偷偷摸摸的在门外头抱。依依相别呀，别提有多可怜了。李明峰多好的人呀，妈你也反对过呀。哎呦，你说这段干什么呀？那说寒冬。哎呦，那故事可就多了啊，这得从寒冬认识长工那年说起啊。将军，嘿，你行啊！你就说吧，服不服啊？服。哎，看上去也像个做大事儿的，在这儿陪我下了好几局，这么闲？钱得慢慢赚，生活要好好享受。最后谈。好。饭都做好了，真是我媳妇儿胃不好，必须得按时吃饭，不能迁就你啊。你要实在来不了的话，我就一会儿等着你一起吃吧。哎，你在哪儿？远吗？要不要我去接你啊？魏小山，你更年期吧，磨磨唧唧、絮絮叨叨的，你就甭管我了啊，我指定能摸到你家去。准备吃饭了，寒冬这小子不靠谱，咱们自个儿先吃啊。您啊，这局还是得输给我。谢谢您今天的时间，和您谈话非常愉快。哎，谢谢你辛苦了，我送下你。晚上还得麻烦您把今天的这个采访稿，然后发到我邮箱。具体的事情咱们随时沟通。放心吧，等我邮件。生活仍在继续，拜拜。人生仍有未知，你也抓紧时间休息会儿吧。下午还有新书发布会。我们坚信，无论承受多少压力，无论面对多少困境，发现了，你压榨起我来真的是毫不留情啊。只要怀揣一颗赤子之心，心向光明，我不能辜负您对我的期望啊，就能书写出自己的生命传奇。好人心耍赖，把
的所有时间都用来爱着你，哪怕你终究会离开，我只想好好爱你。好爱。